哎，那我们接下来住的房子里面基本上有这种双就是大床吗？还是说都是双就是双双的单人床？如果双单人床没事儿了。沙漠只有两张两间双床房，剩下三间都是大床，没房了。没事，咱到沙漠也抽签，挺好玩的。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抽签其实挺好玩的。我觉得抽签挺好玩的，行。抽签是个好办法，真的，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还有抽签这一招。我本来说做导游的时候，大家如果让我们自己选，我们就抽签，你知道吗？看谁能抽上谁就是谁。咱们可以有一些导游新玩法，比如说，咱们可以抽各种职位，财务，管财的是谁？然后呢，管那个路线的行程是谁？然后还有那种，还要再抽一个什么人呢？我觉得再抽个 king 就是大家做不了决定的时候，那个人说啥可以，没问题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我觉得这挺好玩的。大家做不了决定的时候，启动他的 king 牌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好玩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比如说中餐还是吃那个海鲜的时候 ，king， 我要吃中餐，可以可以，这招有意思。到了呀，那我们走了 ，Let's go。谢谢你哦，辛苦了，谢谢你啊。Let's go。在哪边下？应该从这儿下。哪边下？这个这里吧。哎，这挂的条条是啥呀？彩带，挺可爱的。笑死，妹妹。呜，姐。坐地铁了，哎，我们要他们在哪儿呢？到底？我问一下。我给弟弟打电话。怎么？感觉可以，这可以拍两张照片。OK。我再调一个属于智利的，我们这个圣地亚哥的滤镜，好吧 ？OK。It's very very cool. You know? OK. OK. You see? You got it? OK。烦死了，他们俩。OK。不是，你自己看。哎，好看啊！我也来，一绝摄影啊！哎，来，不是一张五十，给我们小水瓶来的，一张五十，好，给你五十。OK， 看清啊，看那，哎，好，真听话，像个大傻子，这傻子，你俩都戴墨镜了。没的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来了。等会儿我们拍张照片，马上，你给我五秒钟。一三二。奥克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就是这个地铁口办地铁卡。他们在地铁口办地铁卡的哪？那走吧，下去吧。拜拜。Thank you。人家正儿八经的左右部嘛，我以前小时候也这样，我长大了，成熟了哈，看着确实有点难受，稳重了哈。你要买一个皮靴吗？给你买一个这个。要不要姐？他说要给你买一个消费。不用买，把钱给姐就行。我们再走就走出去了，他在哪儿坐地铁啊？咱没有没个标识啊。咱们问一下。Excuse me. Do you know where is it? Here. How can we get there? OK. 哎，先别走了，走反了。在那边。OK。哎，为啥没有个标牌？哎，这边。哦，那边吧。那儿，标识。啊。那俩傻子呢？咱光。哎，这边，你俩这边，那边，到底哪边？这边，人家说那边，是那边吗？你确定吗？你咋问的？我问的那个智利帅哥，不对，美女。哎，看，是，这都标着呢。哎，他，不对啊，这个，哦 ，metro 是地铁，不是 ，metro 在这边。但是他为啥这么个标呢？这个是巴士，没说是那边，是。是往那边，是往前面。哎呀妈呀！右转，前面右转，咱们，快，咱来不及了，啊。
我又开始有些慌张了点儿。这。等风来，北风吹向大海，星辰大海，青春自由，青春的向往。哎，嘿。拍一个来，哦，还有，快来，看那儿，够了，好看，我没时间了，来了，很快，走吧，坐，快，姐姐们，快，姐姐，你说我们终点站是哪儿？第二哦，看到了。批斗，再停一下，再停四下。他刚才怎么教咱们怎么拼？这读拼，就像拼音一样，然后 C 发科的音 ，H 不发音。出不拉了，出不拉吧。啥呀？出不拉拉是什么？啊，出不拉吧。Lose lemon, lose lion, right?Lawns， 对，他说对。哦，你说你对，你怎么读的？他说你说的对。Lawns. OK。我留下来学西班牙语吧。Water. 你把人家都说的都有点要质疑了。Sorry。Pedro de Lavalia。Pedro de Lavalia。Lavalia, 这是第二站停的，是不是？第三了。这已经是第三个停的了吗？现在已经是 T O B A 了。啊？不是，已经是路 L O S 了。你确定？现在已经是 L O S 了。你确定？看到没有？现在是 L O S。哎呀妈呀！相信我行不 ？No, 相信我的 No, 绝对方向感，绝对超值无感。是这样下车吗 ？No。到了。我看看你们知不知道。风吹向大海，在千里之外。等着也是等着，咱们拍张大合影吧。OK， 稍微蹲一点，来了，靠近点弟弟，这边快过来，咱们一起来，三二一。OK， 老师来了，走 ，Let's go。哎呀，这些都好可爱呀！我好喜欢这种世界。我也喜欢。哎呀，这个也好可爱，哒哒哒。啊，这还卖吃的。抽走一走，哎，你能听出来啊？绝对音感。所以你当时学的是音乐剧？对，学了半年多吧，就上小课上了半年多。但是你考的最后学校毕业也是音乐剧吗？不，是表演。啊，是哪个学校？东华大学。嗯嗯。子珊，哎，你马上上大学有什么想法没？挺开心，挺期待的。因为问哥哥姐姐说他们大学的特别好玩，特别好玩。大学我觉得是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？姐，这能说吗？这个啥？这是、哦、我没有。姐，这个大学谈个恋爱 ，OK。我需要鼓励你这件事儿。不谈恋爱真的太可惜了，很多。你谈了吗？啊？大学的时候肯定有。对，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要谈一个恋爱。这没什么不能说的。OK。就是你，因为。其实我感觉有很多事情演戏什么的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是演员，你必须有这个经历。你咋看一下啊？看一下我这个整个条身体条件，OK 吗？2006年水瓶座啊，2月3号。你咋给自己征婚呢？啊？我们只是让你找个女朋友，没有让你把自己嫁出去。OK。